第一个横画上去的时候已经剩鼻尖了，贴旁边下来有没有？好，然后中间他的那一个小横，他用短短的胖胖的来写，好，我觉得这样的写法也是不错的。哦 ，OK，OK， 稍微跑上跑上去。拱锤拱，点拉长一点，上贴。刚才跟同学交代哈，这个平的话，这个平哈，就是尽量，好，中间那一横，请你用左点右点来写哈。明天。